这颗是那个 LCS-8V 的，然后一号我们接到我们的正电这24伏，然后二号就是接我们的进阶开关的黑色讯号线二号，那进阶开关咖啡色接正，蓝色接负，那这个就是24伏特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风扇上面有一个那个一个磁铁，那我们做测试，看计数器的动作有没有正常。目前的速度感觉是正常的，计数器都有正常动作。